台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EXID。韩国新女神团体 EXID 去年以首 Up and Down 成员哈尼的舞蹈粉丝翻拍影片，在网络上迅速爆红，连带也拉抬了整团的人气。穿着紧身小背心、黑色热裤，在台上劲歌热舞。EXID 18号晚间举行的第一次海外见面会，首站就选在台湾，让喜爱他们的歌迷 LEGO 全场嗨翻天。团员哈尼也感动落泪，并承诺粉丝会常常来台湾，让粉丝感动不已。来台因为演出韩国综艺节目《我们结婚了》，和女星金素恩担任假想夫妻，在结婚典礼上大跳热舞，被称为精灵夫妻里的老公宋在林也即将在今晚举行个人粉丝见面会。韩国旋风不为 MERS 影响，持续来台发烧，韩星来台究竟会带给台湾粉丝什么样特别的福利？台湾粉丝非常期待。记者陈嘉明、卢一婷台北报道。